战神四哥德奥夫沃获得了 IGN 满分的评价，上市以后也是好评如潮，销量更是节节攀升。甚至有很多 PC 党为了这款游戏毅然入手了 PS4 苦罗，从此 PC 主机成一，不再区分你我他。战神4的开发商索尼桑塔莫妮卡此前曾经表示，他们计划为新战神小编，也就是战神4推出多部续作。而最近在一次科塔库的采访中，战神4的游戏总监科里巴洛向科塔库的贾森 S 斯赖尔透露了关于战神系列未来续作的计划，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吧。科里巴洛表示，他计划在未来为新战神推出五部续作，这意味着奎爷和他儿子在北欧神话的尼恩里姆斯世界中的冒险之旅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巴洛还表示，他希望接下来的几部续作能够更快地推出，而不是像战神4一样开发五年之久。巴洛觉得战神4已经为新的战神打下了一个基础，所以在此基础上更快地推出续作并不是很难的事。战神4的游戏总监科里巴洛相信这些消息会让所有战神的粉丝们感到激动，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未来更多的战神游戏吧。